啊！你这啥呀？你放进去行不行啊？忍住，忍住！你们聊会儿吧，我们且且我们且弄吧。稍微热热锅，哎，把它菜籽油，谁让你蘸这个油的那个油？啊、你看两人快吵起来了。嗯。对，你那朋友那么粗暴干什么？你怎么忍受他的？我就问，不要说话。朋友拿油泼他，油泼辣子，不要再干扰了，好吗？像你这种人会被打出去的。哈哈哈慢，不对，这不太对，影响我们节奏。这怎么做面做出冥想来了？我们这真的很难想，只要水烧开就水烧开就快了，这太慢了。哎，他们做这个时候不妨分享一下故事。嗯，就是老师傅老手艺人，但是这种手艺失传，一辈子教了上百号徒弟，没有一家开店的，受不了这苦。受不了这苦，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因为年轻人看不到希望。加我们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到陕西来两句黑撒吧。磨后尾，迈后腿，工资不必同僚背，进了封家你理有亏。你看老鸨长得美，头顶黑，身穿黑。黑撒黑面啊一定黑，黑撒哦，好天枪哦，噔噔噔，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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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去个卫生间，噔噔，哒哒滴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好，好安静，安静啊，不会有人吵我们了，我们的美食是不需要他们的掌声的。用心做事，做人，修炼自我，超越自己。老六老八，不倒面馆，永远的家。来了，哎呀，啊！你这啥呀？你这放进去行不行啊？忍住，忍住，忍住，一定要忍住！这种时候一定要忍住，这是一种超越。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来，来，你帮我拿那个。好，你拿这个。好了，整鱼了。整鱼，来，整活了，整活了啊，老邓，哎，好了是吧？这个来看一下，学习一下。嗯，来了，出来了，这是鱼饵了，像蚯蚓呢。哎，这有点东西，有点有点东西，对，很厉害，还挺漂亮，哎呦，好看，很诗意。你甩在外面的就是死鱼是吗？对，死鱼。咯噔。来吧，拿碗吧，给你们做。长尾鱼和短尾鱼和小胖鱼和小圆鱼。我明白，你等于就是弄出了一整个海洋的浩瀚。酸菜。我们炒的酸菜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，又不辣子，应该好吃嘿。那个勺给我一个。哦，这个浆水就是汤勺，汤勺。哎，这有汤，有汤勺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有。你看，你没有我，你该怎么办？你看什么来着？你，求我。快点。我这食材生命快死了，你快点。怪我，跟我什么关系？快点。这是我吃饭的东西。说个好听的。耶。态度好一点。太好看了，你好可爱啊。把牙露出来。哎，对，乖，真的，好恶心啊！
你们拌一下、哎，这个不用筷子，就用勺吃。我现在一口不敢太多，一勺两勺，我哎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来吧，那就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有点意思。我是觉得你们这个完成度是相当高了，相当高了。不服啊，就你不服，就你不服，是不是？吃了半天，吃了什么？鱼没有存在，鱼没有存在感。滑鱼，嫩，鲜嫩，长得 nice。它得跟我的味蕾触碰一下。你的味蕾出去好不好？我非常客观的说一下，就是在吃水煮韭菜。好，你的评论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。你吃出我小时候那感觉。你看，老邓，你吃过？老邓，听听鹏哥说，吃出小时候的感觉，这样的评价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奢望了。我们老六老八真的没给老三丢脸啊。对啊。还行啊，是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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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相当可以。向往的生活我再去，我跟他做做这个，我们俩就做这个震他们。下一季上来我就整这个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给黄老师做个这个，做个这个无敌。刮目相看，何老师在我们面前地位直线上升，叫我们老师。六老师八老师。哎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